美东我在天的乡亲有限卡晚上同安全的运通空间，屏东县卫生局提高数向卫生所设置的全方位抗天祈祷铺，大部分专业的运通指导韩国规划抗天促进考察，来提供彩地民众抗天又有山的运通环境。安居乐业，希望城市。PFV 服务研发抗天政策，屏东县政府在高速向卫生所设置第一个全方位抗天记录库，第八由专业医疗团队评估个人运动长度，并由运动员辅导使用各项运动器材，帮老人家做得更大衰老年龄。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所有的长辈，大家的余命都是健康的，大家的衰老衰弱呢能够迟缓。我们拿二连数，我们这边都有连数的器材，我们连脚都有连脚的器材，二连腹部都有连腹部的器材。上跟往下这两个动作都可以同时的训练到。倘有运动指导员的指示，民众安心使用各项运动器材健身，因为抗天祈祷库又在高速向卫生所担纲，做得同时提供医疗服务，本祈祷库的使用机能更加完整。有安尼用到安尼肌力、耐力，还有防止跌倒，一楼有那个医疗跟看诊，很方便呐、啊，所以更快乐。精神更好，哎，更健康，哎呀吼，资源呐、啊，有医疗配合，哦，很棒。除了高速卫生所，屏东县政府还会在九个乡镇设置抗天记录库，希望在辅导装备保持运动习惯以外，也透过专业的运动场域，让天气三伏秒路更加完整。客家新闻陈文玲屏东报道。